来，今年是我们关圣帝君1858岁的一个圣诞哈。然后我们彰化施工所在我们的彰义关帝庙，我们举行了一个圣诞的一个大典。彰化施工所准备了888份的一个金，像这样一个金冠刀的一个吊饰，来分享给我们，有来到现场的一个民众，